近日，封冻了100多天的内蒙古呼伦湖的湖冰开始融化了。从空中俯瞰，壮美的湖面清透碧蓝，呈现出了一派迷人的景色。根据了解呢，自2009年建成呼伦湖生态补水工程之后，呼伦湖的水位持续上升，水面的面积稳中有升。